陛下。嗯。陛下。梓潼，你不在宫中，到此何事？陛下，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，备得美酒，特来迎请陛下。寡人国事在身，恕不奉陪。娘娘，回宫去吧。陛下，太子求见。太子觐见。孩儿叩见父王。嗯，王儿到此何事？父王，明天是母后的生日，孩儿思念母亲，恳请父王。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，不得分心。父王，不必多言，去吧。父王，即使不许面见母后，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，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。难得你一片孝心，早去早回。谢父王。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。是。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，你看，你看，果然是座寺院。是师傅呢？师傅，驾。师傅。师傅。哎。来，师傅，您瞧。嘿，你看，嘿，师傅，你看，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？哦，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。王，哎呦，师兄，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。是，哎，师傅，叫我去借宿吧，啊？哎，花戒，嗯，你的嘴脸丑陋，言语鲁莽，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。还是为师前去借宿。我去吧，你还是让师父前去吧。啊，师父。哎，哎，我说师弟，哎，今天师父做客，讲的可是真好啊。对啊。啊，院主，嗯，弟子有礼了。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？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，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，今到报方求借一宿。此乃皇家寺院，只接纳皇亲国戚，不收留游方僧人。你还是到别处去吧。啊，院主，如今天色已晚，还望院主行个方便。你这和尚好不啰嗦，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。院主，古人云，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，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，你为何不肯留我？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，还不与我出去。
院主。师傅来了。哦，师傅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寺院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干嘛总哭丧着脸呢？二兄，师傅，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？不，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。哦，刚才不让我去，师傅，您去也不行啊。哎，不是，那僧官说了，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，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。瞧，这好大胆的和尚，老僧进去看看。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，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，拆了你们的庙堂。嗯，你别、大胆的和尚，你哪儿跑？不不不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！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，老孙睡觉。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，僧多房少，不敢容留爷爷呀。你们僧多房少，那就都给我搬出去。哎呀，我们这有400-500和尚都搬出去，没处住啊！再要啰嗦，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。有请唐老爷。来呀！来呀！饮酒，也不唤妾妃作陪。寡人身体倦乏，略饮几杯，便要安歇去了。妾妃记得，去年陛下曾经说过，待等来年，爱妃生辰之日，定与你痛饮琼浆，一醉方休。今日爱妃生辰，寡人本当奉陪。陛下，您忘了，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。寡人操劳国事，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。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。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，容我母子一见？明日之事，明日再议。寡人要安歇去了。
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，皇上不准，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。等太子回来，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。是。
定会相助师父。那太子肉眼凡胎，怎能相信我的言语？这个无妨，请将此物留下。玉龟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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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玉龟，徒弟，徒弟，嗯，徒弟，快，师父，什么事？啊，刚才做了一个怪梦。二兄，二兄，师父叫徒弟呢。哎，快点，师父叫徒弟呢。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？哎，来吧，来吧。快过来，师父，什么事？你们看，哦，玉龟，太子驾到！太子还真来了。哎，啊。哎，这什么？师兄，这什么？快吃，快吃，快吃啊！快吃啊！二兄，师傅，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，你就说他。啊！殿下，殿下，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。我刚到这里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。好，殿下，陛下吩咐过，游玩片刻又有何妨？是。哎，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，为什么把门锁上？启禀殿下，那是本寺的后花园，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，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，陛下心中不快，从此就命小僧将园门锁闭。哦，那道士点石成金，一味迷惑父王，走了更好。开个园门，我要进园。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早有禁令，任何人不得违抗。殿下如想进园游玩，也得先启奏陛下才好啊。大胆的和尚，闪开！慢，你是何方僧人，竟敢见驾不参？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，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。哦，求经献宝？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？贫僧有宝。哦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此处人多，不便观看，请你们在此候着。是。你也候着。是。请。好。殿下，宝贝就在里面。哦，什么宝贝？快打开。宝名立地祸。哦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能言凶吉祸福。哦，快快打开。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，来。
哎，立地祸，嗯，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？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？我什么也不凭，万事尽皆。你无凭无据，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？嗯，殿下，我来问你，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，与你父王结为兄弟，可有此事？啊，有啊，这是尽人皆知啊。嗯，后一年道士何在？万岁是谁？这此话从何说起呀？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，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。你笑什么？快说快说呀，这肚里啊，你殿下，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，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。胡说，你欺我年轻，说出这样话来，若被我父王知道，定叫你碎尸万段。哎，小太子，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？悟空，哼，殿下，还有一件宝物献上。哦，殿下，可曾见过这件宝物？好你个和尚，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，我岂能饶你？且慢，小太子，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、啊！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，去西天取经的。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。殿下若还不相信，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。好。你不让人睡觉呢？哎，八戒，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。什么买卖？你说呀。怎么了？偷宝贝？母后，王儿，母后。母后，八戒，八戒，这边，八戒，快来快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大石头，八戒，你把石头搬开。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。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？我不干。八戒，你听着，你要是不搬，这宝贝可就归我了。我搬，猴哥，我搬，我搬呢，我搬不行吗？那快搬，快！使劲！那边，那边，这是一口井，哪有什么宝贝啊？这八戒，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。
你早说呀，我早说带绳子来，你这哎这怎么行？哎，八戒，嗯，八戒，嗯，听着，嗯，八戒，你看，嗯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八戒，你抓住这根棍子，我把你放下去，啊？怎么样？好，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来，猴哥，嗯，你我要到井底下，那你就别放了啊。知道。哎，好，抓紧。哎呦！母亲，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？皇儿，你疯了，他是你的父王啊。母亲，母亲啊，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？皇儿，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？母亲，快说，不要耽误了大事。此时，我也不得明白，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，寡言少语，若即若离，叫人难以琢磨。话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，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孩儿，你明白什么？母亲，我要告诉你。啊。八戒，你找到宝贝没有？全是水，哪有什么宝贝？那宝贝就在水里，你好好找找。水晶宫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天蓬元帅，请宫里坐。哎，你这老头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？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。啊，井龙王，井底下也有龙王。哎，那你一定有宝贝。你快给我拿出来，你给我拿出宝贝来。小神法力微小，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，哪有什么宝贝呀？哎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我猴哥说你有，你就准有。你要不拿出来呀、啊，我就不走了。哦，既是齐天大圣说了，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啊，有，拿来，只是不便拿出啊。哎，元帅，请随我来。啊，元帅，请看，这就是那宝贝。这是死人呢，这可是宝贝呀！啊，这死人什么宝贝？你这骗我！元帅，你不知道，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，一年前落入井中。元帅，你来。元帅，你看。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，所以才不曾毁坏。你若能将它驮出去，把它驮出去。哎，我是找宝贝来的，管他国王不国王呢，我不管。元帅，你若将它驮出去，对你可大有好处嘞。有好处？嗯，我要把它驮出去，你给我多少钱呢？
钱却没有。没钱？没钱你白使唤人呢？我才不干呢！我不干。哎，元帅，元帅，元帅，你当真不妥？不妥。嗯，那就请回吧。八戒，那死人就是宝贝，你把他驮上来。我知道死多久了，我不驮。嗯，你到底是驮不驮？你不驮，我走了。猴哥，猴哥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，哎呀，你走我怎么上？你自己爬上来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四周滑溜溜的，我上不去。我，哎，那你把死人背上，我把你拉上来。我驮，我驮，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。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，要去后园游玩。去后园？啊，后园锁闭，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，殿下才没有进去。他还去过何处？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。取经的和尚，他们都讲些什么？太子不准小人入内，所以不曾听见。无用之辈。他现在何处？他正在皇后宫中。随我来。是。母亲。娘娘，陛下来了。啊，哼，他来得正好。不可莽撞，快快躲起来。随我来。妾非万千之幸。哼，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。怎么，紫铜不愿接驾？妾非当备美酒奉候陛下。师父，猴哥的外公让我老猪驮回来了。呆子，谁是我外公？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？去，悟空。师父，你们看，这是乌鸡国国王，你看他容颜未改，就像活着的一般。师父，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。对了，那龙王说，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。果然有宝贝，归我老猪了，归我。你说好了归我老猪，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，这国王就坏了。悟空啊，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？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。师父，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。呆子，呆子，我几时说过？你说了啊？你刚才说了，你说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父，可别让这猴子骗了，他要医不好这国王，干嘛让我驮回来啊？悟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本，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，
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，父子重逢啊。师父，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。嗯。陛下，请满饮此杯。寡人不胜酒力，既是子同欢喜，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？去，速请太子前来。是。慢，不必去叫皇儿。难道子同不愿与皇儿见面？陛下，此时夜深，皇儿想已睡下了。哼，恐怕他还没有睡觉。我问你，刚才皇儿可曾来过？不，不曾来。嗯，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？哪有此事？哼！母后，哦，父王也在母后宫中。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母后的生日，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。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，十分称心吧？谢父王，孩儿前去进香，不曾游赏。深更半夜，回宫歇息去吧。嗯，还不快走。是。兰花儿，兰花儿，徒儿快走，偷胆的贼又来了，快走快走快。哎呀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老官这等防备我，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。你这猴头，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，又来干什么啊？我师父发慈悲，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，我想别无回生之术，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。啊，一千碗啊，当饭吃的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一百碗也罢，怎么样？没有没有。十来碗也罢，一碗也没有，快走吧。真个没有？没有，到别处借去。快走快走。如此俺到别处去借。猴头回来。拿去拿去，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。师父，走。有人来了。哦，您瞧，师父，太子来了。师父，太子，王儿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。王儿，父王，
我去劝劝。嗯。太子，太子，此处不是相会之所，快快回宫，免得走漏风声，多费手脚。啊，父王，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，不要误了大事，赶快回宫去，保护你母后要紧。父王，哦，去吧，去，去呀，去。爱妃，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，你若顺从于我，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。你这妖道害我陛下，我恨不能那你也休想活命。陛下，陛下，唐朝僧人求见。来得正好。处死这个贱人。遵旨。你这和尚哪里来的？为何见姑不拜？妖道，你看看他是谁？这哎呀，这怎么俩师傅？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，也不知道哪个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你是妖怪，悟空，他是妖怪，哎，他是妖怪，他是妖怪，悟空是妖怪，悟空。师弟们，这如何是好？哎，师兄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，你让快讲，你让师傅念紧箍咒。不会念的就是假的。好，师傅，你就念吧。我是来助你除妖的啊！多
多谢多谢。好好好。这是我的坐骑。哦，原来是你的坐骑。看在我的薄面上，就饶了他吧。好，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，俺就饶了他，要不然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母后，你看这是何人？梓潼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快快有请大唐高僧，带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。